银角吗？情况看好猛。卵丝，还有一个什么？选猪肉，选猪肉。全猪肉留不到。你好像除了卵丝，好像还有一个干贝吧？就是，等一下我帮你看。我记得你有留一个1000块的什么？你等我一下。好，石木鱼肚一包啦。好，卵丝处理一下啦。卵丝。老师，卵丝啦，我没底。妹妹，来，个人养猫，养猫了无？我归小的有无啦？无啊，无来讲啦，我少食起来，用怎养猫了？1块2包，一碗面1盒要200多块啦，两块2块啦，4包啦，3块600块啦，3盒600块，我少食起来500对啦。这个我上4盒500块，拢是500块，什么食养猫了的？4盒600，无人来一个剩125块呢。老师卡位啊！我这只食袂了，买两公鸡啊，五条2盒250啦。两盒。哎，2公鸡啊，我。这个是谁？哎，赵林。哎，1万，来两份，分开两个人。来先给你，还够几分？第二个。来掏给啦。两份到1万了，按时。然后先给你，你的先给你。你的再一份嘛，好来。再一份，我还没拿。好，我知道，来这里的。这你的，进了你牛肉卤、羊肉卤一箱哦，刚刚有几箱？老几箱？留一箱。进了我帮你留一箱了，进了我帮你留一箱了。来，第二个了。来，第二个了。来个下来200，第二个。没找。进来了，那快加牛了。乌鱼子还有两份，无啊，秋兰沙乌鱼子还有两份，软翅，哎呦，这一箱，你俩快踩啊！来，蒜鱼头、豆包、小鳕鱼、土豆咯，得去你搞用炊用钱好食，无骨无刺啊！我少食下面500面400，现在要食蒜鱼的来啦，规地拢青毛。哎，我就讲给这大队哦，起来，要500、400、300块，什么价？300块。中立没有。蒜鱼头都嘛300来了，叫你这大队300块出来。鳕鱼头刀肉300块先买，那你清蒸你搞永炊，我本用炸的都好吃，先买来。我讲就讲这大队300块，300的，300有两个不？300块。蒜鱼啊，这个哎，阿伯不接了。我就讲300块，现在300的，大队过去300块了哦。300块，你那一箱可能要拿回来了哦。那大伯来哦。你来得及到吗？你住哪里呀？锦龙，你住哪里？来，江姐问。锦龙，你住哪里？还能抱过来？大虾仁一包。一份乌鱼子，一包大虾仁，好。还有。我拿一大堆的。来，一拖拉裤的，你看我一拖拉裤。哦，坛子 OK， 坛子可以哦，赶快过来。坛子可以哦，那个。还有200来，现在200块了。不要不要。这位啊，老板。还有200，下面加200块。先给你。800啦，恭喜你，两杯200，你要200块，200块先买。200。我来一300。买200。乌鱼子乌鱼子是2000哦，丽华可以吗？丽华。哎，丽华，来过来吧。我到东京，你问问一下，我不会啦。虾仁好像是900。
可以吗？再一块钱返。900跟2000，可以吗？我个拆者。可以哈，好。那乌鱼子跟虾仁我帮你留。是啊，老板。这边好不好？他要一个一个弄，他现在太多东西。对啊。哎，过。老师教的不是样，无人卖啦。啊，旁人啊，要上要上分啦。那火车过到旁边啦。老师教的，林刚的火车过吼，门拢关起，我拎起来。多人来无？无啊吼。我旁人耶。多人来。来，什么虾来？阿伯虾来，几阿尾啦？这种哦，乌身的较甜啊，肉较 Q。哦，虾哦，乌色的哦，红卡乌色的红卡。来，我问一下什么来？这哦一个斤半啦，这种嘛，这组的虾就对啦。这白煮的虾哦，好一桶啊，卖3-5啦，一盒350，漂亮的啦。来，水的正红卡的啊，拢无包水哦，无包边，无包水，上来我问一下什么来？一克3-5，2克卖7-8，我少一个有人买无？2盒500块，500块都。爸，我们吃虾啊，什么吃贵啊？整盒的500块有无？无吼。来，好啦，存霸一样呀，谁叫存霸一样？巴西的啊，还够两百吧？黑呀，还2盒500块来。过来，再分钱。来，能挨500，来一边来，来个500块，什么加500块啦？能挨500块，500块，这等于要抢水，冲水退冰，唔忙进水，卖进水哦。拿冷啊！抢水退冰，拿冷壳。好厉害，我帮你留了。拢有啊吼。来，500来，这起也袂来。这个。还有500有无？500块拢。两千尔。拢有啊，庞大号的来。还讲要飞机哦，要一包票来飞机啊。我离你远一点。好了，开始放了。来。我们两个看拖了，看拖看晒拖晒油。哪里在喝海鲜嘛？看拖了，看拖晒。我讲的是熟悉的。我不讲啊。你那看拖了。你看，跟你讲的啊呢。这边还有几碗呢？黑几碗。多人来不来？我煮完400块，微波炉是5斤啊，就无问题嘛。玲珑，你要虾子？400。你要虾子什么？我叫400不啦。真的啊。小组长。你叫他们加购吗？加购我一碗，400块都下400，快进来400。有没有干贝？有生食几跟那个备注的两种。来，这台啊，我来。今天有两种哦，生食几、生食几干贝跟备注。两杯200块我来。哎，这几包，这几包，几包哎？哎，我见过什么价？200块来，200来。我煮完200块，个人不交200块。我叫来200来。我煮完200块要交。200块的，200。哎，200来。个人不回叫啊，你不能200来。来，交200。哎，我煮完过来200块来。200块这么讲200块快叫人过来来冲好玩够不来再过来一个来准备不啊够他过来要花数完的来生食几干贝一盒1000生食几干贝2S 1公斤1000块来200块，来啊，要两百，还有一箱，加200块够不？还200来，加200，还够200下来，200块，200，因为他东西他爸爸那边又有东西拿过来。
爸爸那边又拿了东西过来，那一块都是从他爸爸那边拿过来。他爸爸本来要去屠东，就临时回去，所以他现在他现在就要跟他爸爸过一起。来啊，来啊，爸过来这边来过去。蛤蟆，我先不吃200块蛤蟆。蛤蜊香啊，吃200块。整只几干贝1000块可以吗？好。来蛤蟆来200块来。哎，我先吃蛤蟆200块来，200块来，200块。哎，蛤蟆我先不吃200块。哎，200块够不来弄？那个卵是你跟另外一个人刚好就结束了，因为有个人要1000块，那你要200块，应该就结束了。蛤蟆200块弄不好，200块。等多久？我等一下。加了。好。不能不先不吃200块。我家不是在下面的吗？对，这么一度，哎呀，哎呀，来，他们再来。那谁是说卖完了？谁是说没了？哎，水条讲哦，这地叫银斑鱼啦，这地叫鱼翅啦。家己骨头尾是当伊咧使用蒸咧，用吹拢会使。哦，清蒸煮汤都可以啦。加一个骨头两包最有利，会使叫你用吹煮汤，就是包代表最有利的啦。爱素盐无诶，我照一样起来。这对号来卖用开500，就400来来。你有想要吃，我照一样给300块，这对号给300块，我人要吃300块。等伊蒸，你先搞蒸一块，歹食。请侬你要30几干杯一盒 ，OK？ 加一个，没有问题。300来。加。上期你搞蒸蒸煮红烧就好啦。我搁照一样给300块来，300块现在300了。这下我来讲。拢无甲你发过，拢无浸水啦。你啊看下体冰会遮水，转去你搞整一条无鱼卵，你免烦恼，食着鱼卵啦。这无鱼卵的鱼啊，敢若幼鱼啦，搁少一些，300块只绝对300块。300有人要食300块，300的，有人爱300块，有人买啊，死啊啦！小冠军，你来了吗？冇食过，咱冇食，这摆袂晓食啦，今年我少一样起来，200了，现在200块了，200阿伯钱来啊！加啦加啦，买300的来，买300的。200嘛，200块，来，这个要蒸蒸，这个是银斑，这是多利鱼，多利银斑，好蒸蒸的就好吃啊，多利，快吃去顶，完全袂出水啊，你免烦恼啦，你莫烦恼蒸落会出水啊，完全拢袂啦，200块200对啦，200块，还200对啦，200块就好了，200块来。哦，还要收摊的呢。哦，我知道。你有看到对不对？对，因为我那时候没有看到。但问题是，他要收摊了，跑去。来不及。来不及。来呀来。不好意思，掉你。OK。我想到今天，这水就大家拢这水啊，我问一下200块上来。来个200下来来，我去你搞干煎的好吃来，200块来。我叫他差一个对。来个200来。200。你叫他差一个对，处理软丝。200来，这边来。嗯。因为他现在趁这个时间，赶快先把东西弄一弄。加个姐。来200块来。还够门钱两百，200块还够还黄金来。啊，这冰箱卖。加油又走。他妈够。对啊呀，你真屌死啊！你200敢无人来？无啊，卖过来啊。到了又来。哎，卵丝处理一下。有一个人要1000啊，他要500。没有500。有一个人要1000啊，有一个人要1000啊，他要有个他要500。1000块7只，500块3只，哦，还要500，啊，帮我留一份1000的，对，500，然后你要加那个石目鱼肚，啊，还有一个石目鱼肚，在下面，没有，他这个留下来的，啊，他要500的，啊，这里记得没？啊，他还要500跟那个石目鱼肚的，这两张是要500还是钱？500，两个都500，他只要500而已啦，啊，你这两张啊，啊，他还有石目鱼肚啊，哦，体康大。啊！你做袂做就袂做啊！你都起鱼肚，啊鱼肚就包起来，啊你是嘞？你是卤嘞？啊今仔是食着啥？来1000吗？500来，500块来。来，等下个先来。石目鱼肚，等一下。
雨度还刚好了，刚帮你处理好了。好，谢谢。好，导六三。怎么了？过来，不能吃啊，无啊。过来买哦，你等于退兵就好了啦。不是鸡鸭兵哦，你讲鸡鸭兵呢？这是吃饭的三四百块。有啊，没？哎，有升十级啦。小麦。有两个还没提。升十级干杯啊！人伫遮吗？特别老啊，特别老啊，两个啊。等你来遮客，我等客船这边来。好。等你来遐客来。十一闸。好，目前两个啊，我单台从八个游泳。真是几干杯啊！2S 一公斤1000块。现在单栋的卵丝够人来不来？但讲因两是离开机三套就无人来。我个问一下，现在这三只股500块、500块，现在500呢？等于三等等有啊，上用上台，这三只股500块，问一下500块、500呢？500。加。我个老师今年来个500块，什么现在500块来来？500块，我现在500，500我少点500块，500块，我来试试，我来收起来后来，听个老师啊。哎，我过来接我到啊，到来接。哎，现在台客哎，咸酥鸡，什么在咸酥鸡等个季节对吧？把那个咸酥鸡诶，两包200块了，200块，整块鸡腿肉来煮诶。哎，我三包来来，做两个咸酥鸡过来，200块了。两包啊，两包。好，两包丢了，两包丢了。那个两包。拿去了，他拿去了。好，还那还有两份。好了，来，女儿先给你。来，给炫来了。还有一份，200块了。还有一份没拿。啊，所以你找800啊。对，这边找800。两百。好像卖完了。800了。问一下吗？还有吗？来，给你。好。还能800下来。牛小排，对，最近没有。来不来能拜来？对，因为那个当期要涨，就是他们卖的好，他们来涨当期。啊？怎么了？他现在卖500块吧？他现在先卖1000的。来，套丢个下一个拜来。后面那个一套，来个拜回来。他只有500块，现在500哦，他只有这箱而已哦，他只有这些，后面还有吗？没有了，还有吗？这么贴啊！过来，哎，500块了，今年，这来就比我同我乱，500块了，哎，你等一下啊，你要拿东西的话，你从后面好不好？你知道记得买什么吗？来，我帮你看，你那个鹅啊。鹅啊，鸡腿，加两块了。猪肉，那咸猪肉没有。鹅啊，加200了。鸡腿跟瓜子，还有加波南。你跟他说，总共鹅啊200。下面加沙茶牛肉。瓜子500块。那个最高的不是这个。五宝箱。刚讲唔敢承认，走。不能说。过来，你前面来。先不讨。喂呀，喂，能包能包。你说你要什么？鹅来两包200块了。因为他现在从季节，如果没有反应的话，他就拿下去了。2包200块。你卖生较久啦，这样啊无生得久。还搁剩下来200块。搁剩要鹅来200。有。八级啦，我听到了，要八级啦。八级啊！不是卖个好骗啊！你别太好骗哦。这讨厌欺骗我的。你别太好欺骗哦。我要买。我有传话过去。200块，来。来200块来。200块200先卖来。来。来个200块先卖来，200块来200来。哎，那个交几块？再一包就好了，不能摆好不好？弄我哦，纯粹是想我，我一包的，今年一百块的，一包，五包。
没收来哦。哦，你鹅啊鹅啊200没看到，糟糕。一会儿鹅啊200。跪下包啊！跪下包，下拜，跪下包，我不知道什么鹅啊？一包一公斤啦，一包一公斤的货地啦。这一公斤好卖35，我问地价卖200嘛，500-700。500块就算，这300500块下面讲跪下包的。来500，来老板开。跪下包300500块，300-500块下来，包200包300500块。啊，这300-500块，下面讲贵一下，300-500块了，300-500块。苏凡昭，300-500块有人来无？300-500块，没人来哦。来，曹志杰来。接下来300-500块了。300-500块有人来无？来这边，曹志杰你客不着来。来。来，我先跪一下包。来，小姐，我接来。来，跪一下包，我先不接来。来，500块来。来，来，过来，我跪一下包哦。谢谢啊。